好的，来，你这口吹嘞。本来是崔瑞，对，过去，然后就大的，没有没有没有，哦，没有没有，快点，快点，大他是啊，对对，然后两个唱，哎，看，哇，没有那么快，但你可以循序渐进，发了，可以吓到不行，看到了吗？有没有看到这个手？好，好不好？好啊。拍我干嘛？踹踹林浩一，把他踹过去就对他。你在干嘛？踹下去。哎，看，我干你。来，来个七五。像那个状态，我们戏里面状态，就是林浩一干了，就是已经喝到懵了。你讲什么，其实没有什么感觉。我就跟你说没有啊，我就喝酒嘛，就是已经。我看当下有没有冰桶，先泼他一把再说，就是让你冷静人心了没？我不是有跟你说，我去了上海，我就薪水就变得很多，我就可以养你了。我这么做是为了我，为了你。所以其实你偷偷在做流浪这份职业，副业是这个话，当然不是。刚我在看他们，因为他们就唱歌唱得很开心嘛，所以我应该要看着。李浩一就是这位仁兄，我要看着他的时候，他竟然看着我，那种得意这样。我在拍戏，我就说了我没有看他，他就一直说我有看他。哎呦，他超得意的，好，就这样。好冰块。好了吗？我想说，我真的是。你的父亲也是吗？救命！我投降了，他跑好快啊！小心小心啊！他进马了，他进马。而且你看他头发都乱。觉得你们等下装法，大家都很生气。啊！我们让人装。哎，不要玩这个游戏！他跑好快哦，可怕！如果你是因为麦子姐对我比较好的生气，那我就更不懂。他是我的老板，他是我的老板，他对我好不是很好吗？哦，所以你可以容你的老板就对了哦。是这样吗？太生气！你在说什么鬼话你？我是为了我们的未来在努力。我都笑了。我是为了我们的未来在努力。他是我老板，他搂着我，我能把他推开吗？是你搂着他。我叫奥林，是被他的。因为他说好啦，那我们回去的情况，不用啦，不需要啦，干嘛？不要了。K.O. 然后觉得李浩一也要有受不了时候啊。对啊，棒棒的，太好了。现在先和好一下，先和好，先不要跟他握手，我要回家。可是我还是很生气，麦子姐那个明明就是她去搂人家的，而且把她当作为了未来打拼。你在哪里的功法？那个就是过程，我没有真的跟她怎么样。你在哪里的功法？她跟我很好，对我们来说只有好处。喝了一点酒，中间搭配。不要讨论这话题，谢谢，谢谢大家。感觉要上钩了，好不好？啊啊啊！你们太高了啊！我要换这个。钓鱼其实也蛮两极化的，就是钓不到鱼的时候很平静，钓到鱼很刺激。来，你们这个 project 一定要由大伟来负责领导。是的，大伟。站起来，走过去。过去把鱼打开，把那个盖子打开，你就把鱼这样一条一条丢过去，然后他就哎，人家辛辛苦苦钓起来鱼，给他丢了，一条一条丢出去，对，怎么一条一条丢？那你不敢抓鱼哈？这样不好。那我愿意，那我愿意。啊啊！把鱼放了，你就投资。硬要比起来，可能会喜欢海边多一点，因为有猛男。大卫的言论有问题。我不是啊，所以我都住山上。刘大卫，这不是海边吗 ？Hello。八大戏剧台，我们不能是朋友。